当时我们冲出去之后，往后喊我们后面的战友，已经没有人答应了。当时我最后看一眼我班那个18岁的小战士的时候，当时他那个绝望的表情。 今天是第四天，每天晚上，他都会在梦里跟我说：“满腹拉我一把，不，烧焦的，推着手，死掉了。”当时那种绝望感，当时我们冲出去之后，我们四个。 已经不知道通道已经空白了。当时我们检查员说这里不安全，还得往下走。但是我们在一个悬崖上，就直接往下滑到沟底的时候，遇见了我们的南山支队的另一个大队——目的大队六中队，然后当时他就与他们汇合了。 这就是我从接近火场到那个生死20秒的时候的过程。